咱先甲念吼，啊，尤其啊，提供这个场地，特别爱这个影片，咱阮已经报送，那在咱县市加起来差不多十几场，啊，全台湾正百场，啊，希望这次影片等下短短54分钟，正短吼，很短，54分钟而已吼。这54分钟的影片内面，会当予咱除了了解一个民众，东土耳其斯坦吼，2000万的人口，啊，因面对什么代志？啊，内面这个女主角特别阿吼。原来是迄个所在一个唔捌字，啊做基层的一个妇女，到尾变作中国第七大的好野人，到尾变作东土耳其斯坦的精神领袖吼。迄、那个过程，啊内面有一挂话吼，包括一开始伊会讲，什么时阵我爱我的民族超过我的家庭，吼、哦、面对迄个选择时是足痛苦的吼。啊，好在咱的台湾，到今时阵，咱也都需要面对这个选择。啊！伊到尾做一个选择，你着老老实实讲老实的话，你着关起来。啊，无你来讲白贼的话，你着咱自由，搁享受你的财富吼。啊，好佳哉，咱即摆嘛也无需要面对这个选择。啊，内面啊，搁有一段，当伊伫美国咧游说的时阵吼，啊，中国认为讲伊违反伊对家务放出来条件，甲伊的囡仔逐个拢抓起来。你阿起来时阵，迄天是中国的儿童节，6月1号，所以家己的囡仔拖伫边啊，一直拍，啊叫查某囝拍电话，拍到美国，互这个妈妈听着囡仔要拍到半小时的迄个声音，要逼伊妥协吼，啊这个妇女安怎选择面对这个折磨？最近也是正，顶家己啊报上的时阵，几啊位顶坐伫我边啊吼，一开始讲等一下吼，电话若花伫我心内走。啊，结果呢，影片一开始吼，无一个倒会其他吼，所以应该相当好看。啊嘛，到即马这支影片伫澳洲、啊伫个纽西兰、伫个日本、伫个德国拢报上过，只有伫个台湾吼，即届报上引起遮大个风波吼，包括中国讲高雄若报上这支片，观光客无爱吼，啊无爱来讲拢想倒来咱台南啦吼。啊，其实内面有一个较趣味的，就是讲，迄有自由。你的财产叫价值，那你失去自由，偌侪钱放在家庭内面，迄无价值吼。所以今日多谢咱台湾新行业学生会，多谢各位部长、各位牧师吼，还有其他的总部长做到愿意吼，而且拢使用迄个空间，也希望即阵也是一个开始啊。我服务伫隔壁尔，啊大家若以后有需要我服务到合作的所在，也请无拒绝。啊，我甲时间吼交予咱的学生会的会长吼，我唔知恁会长怎样会到啊吼。你咧笑是无赞同，还赞同？啊，真歹势吼，无首先真正是来邀请咱的王议员来，阮来讲几句话啦吼。啊，其实我议员哦，伫电视的曝光率足高，对不对？小弟我咧，其实若看着伫电视上嘛，是当感觉哦，若有机会当甲这个偶像吼，因为对阮来讲拢是会当